这家己查某呢，这实在是阮妈妈家教，伊拉家是迄个挂树，阮妈妈家己啦。阮妈妈十九岁就嫁阮爸爸，就嫁你家己，大汉吼。啊，三十五岁就生七个囡仔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生七个囡仔，我都排第三。啊，头顶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下骹两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啊，阮妈妈就靠做理财，啊，就靠念这个。这种啊，都挂了的。哎，阵拢用念的，你阵人家讲，哎，讲伊家己去过牛啊，吼，啊，火车要行行天，伊五点五分到家己，家己查某真漂亮，你若要嫁人，就写过来通知啊咧。哦，我拢念这足趣味的，这个也做挂完。啊，我开始伫咧写这个歌曲的时阵，我感觉伊破格叫做这个家己查某吼，咱三个查甫，三个。姑娘啊，吼、哦！我徛伫恁某边个先，我见到一个白大红，吼、哦！啊，徛过来晒晒，晒好，这个家己姑娘啊，家己查某哦，这原来算讲咱到处原来，亲像讲这个叫做棒球呀嘛，棒球查某恁知影无？啊，所以迄个啊，做要行个伊叫。
共唱完整一下，啊，无人变调要哪办？